汽车外观端正，车体外圆，左右对称，整车外观整洁。驾驶室表面、车架、各支架及总成表面无严重的磕碰、划伤、灰尘、锈蚀、遮盖不严等。驾驶室本体及外饰件颜色无明显色差。C-Track 系列车钥匙分为两种，一种为不带电子锁，一种为带电子锁。用钥匙以机械方式将车门锁打开，钥匙应开启平顺，无卡滞现象。用钥匙以电子信号方式将车门锁打开，车门应能正常开启。用手拉车门锁开关，车门能正常开启。连续试验五次，无卡滞现象。用钥匙使用机械方式或者电子信号方式将车门锁锁死，拉动外开把手，车门不开启。车门关上后，在车内按下门锁把手内锁销，外面只能用车门钥匙才能打开车门。驾驶室仪表台清洁无灰尘，地垫、杂物盒、座椅、卧铺无杂物。驾驶室内衬、座椅、卧铺无划伤、油污。车辆实物与订单的配置内容要求一致。车架的检验方法：目测核对车架上标识的永久性车架号与随车单上的车架号一致。驾驶室颜色的检验方法：常用色、漫白、联合灰等。目测驾驶室的实际颜色与随车单上的颜色一致。目测核对发动机名牌上的型号与随车单一致。目测变速箱名牌的实际型号与随车单上的型号一致。目测车桥名牌的实际型号与随车单上的型号一致。目测油箱名牌的实际型号与随车单上的型号一致。目测轮胎型号、品牌、花纹。开关共分三档，空档为钥匙插入时的档位，向前转动依次为一档、二档。一档接通电源，同时检测仪表板上各信号灯状态。二档启动车辆。要求钥匙开关插拔及转动自如，不发卡。灯光开关打到一档位置时，前后行车小灯亮，仪表台信号灯亮，示廓灯亮，牌照灯亮，推入灯光开关，前雾灯亮，前雾灯工作指示亮，再次推入灯光开关，前雾灯灭，前雾灯工作指示灭，后雾灯不工作。打到二档位置时，近光灯与前后行车小灯、示廓灯同时亮，牌照灯亮，推入灯光开关，前雾灯亮，前雾灯工作指示亮，再次推入灯光开关，前雾灯灭，前雾灯工作指示灭，拉出灯光开关，后雾灯亮，后雾灯工作指示亮，再次拉出灯光开关，后雾灯灭，后雾灯指示灭。
组合开关向上，远光灯亮，近光灯灭。待组合开关自动回位后，远光灯灭，近光灯亮。组合开关向下，打开远光灯。灯光开关不论处在什么位置，组合开关向上，打开远光灯。组合开关向前，打开右转向灯。组合开关向后，打开左转向灯。刹车灯，踩下刹车时，刹车灯灯亮。倒车灯，挂上倒档时，倒车灯亮。喇叭转换开关，打开后按下喇叭按钮，应细喇叭响；关闭后按下喇叭按钮，应电喇叭响。废弃制动开关，车辆行驶中打开，车辆应进行废弃制动。危机报警开关，打开后看车辆示廓灯、转向灯，应进行报警闪烁。关闭后应熄灭停止闪烁。大灯光束调节旋钮，调节大灯光束调节旋钮，